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我今天准备在这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赶海，因为这个地方路非常非常的难走，所以那个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。今天我准备在这个地方看能不能抓点什么海我回家。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已经退的差不多了啊、哦，咱们现在准备下去。哇，这边又腊螺，啊，这都是啊、哦，腊螺。哇，都是有肉的哦。哇，这边到处都是哦，一大排过来。还有这个水螺，这个水螺有点小，就不要了。说到带起来，都是海里。等一下被割到就不好了。哇，那边还有一排。这都是哦。这里面一窝，一般过海螺的钩子比较小，带了这个过来看能不能，主要看能不能过点新鲜。啊，都是有老的啊、哦。哇，这个是那个野生的鲍鱼，有的地方还叫香金鲍，这个我记得很细，但是那个有点小就不要了。嘿，这边有个新鲜啊、哦。潘老师，哦，还想往哪里跑？来，出来，又潘老师都低下去，那只能用钩子给他勾一下。哎，跑哪里去了？哇，这么大的石头，不知道能不能搬得开，应该可以吧？在这里下啊、哦，还想往哪里跑？哦，哇，在水里面跑得很快啊、哦，他个头没多大。顶多就不到二两，算了，这么就不要它了，看着感觉挺肥的，颜色够深啊、哦，把给它搬开，看，底下有没有别的大货？哎，估计也没有，都搬不开，太重。嘿，哇，这边有个海里螺，看到不知道有没有肉，这还有那个腊螺，腊螺有肉的、哦，海里螺。应该说有肉，记得很紧。哇，有肉的哦，这个可以啊。还有这个腊螺，硬壳螺，这个就不用钩子，直接给它扣出来。都是有肉的哦。啊，这边是两个小腊螺，还有个水螺。大家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？看到了吧？一个海胆哦，这个都轻一点。哇，这个海胆有几组之手的，轻一点给它拿起来。哇，这个可以哦。像这个里面肯定肉很多，一般那个是海胆是比较短的，那个肉比较多，然后那个是比较长的肉比较少，这种品种肯定肉多。哇，今天既然让我钓遇到这个海胆，哎。前面还有一个，哇，可以啊，这个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肉，这个刺比刚刚的那个要长，哇，系得很紧哦，出来吧啊，哇，这个不错哦，石头快点老给掰掉，哇，这个也不错哦，石头，哇，又是一窝海螺。可以有肉的哦，咱们挑这个大的先，这个小的就不要了。这个水螺有点小。嘿，有动静哦。啊、这有点不好勾，钩子有点长，这后面给石头顶住了，钩子给它直一点吧。
正是给它折过来，它后面就顶不住石头了，比较好勾。本来这个钩子有点长，这个钩子不深。这个个头看起来还可以哦，看到它的大脚了。哇，竟然躲在这个网洞的旁边。出来吧，还不肯出来。来，出来扔个线吧，来。一线你分割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啊，这个还不错哦。还想往哪里跑？来，继续跑。没地方跑的跟你说，从后面给你踩住。哇，这个不错哦，挺肥的，看这个地方，挺肥的哦。有个三四两吧，还不错哦。今天第一个亲戚。哎，哇，这边又是海胆，两个，一个在这洞里面，一个在这个地方啊。继续来。哇，这个不错哦，又是一个。哇，可以哦。看来这个地方海胆真的多。再来看，这边又是一窝海螺。车打的钱，这个车的就不要了。哎，这边又是一个海胆哦。哇，又是一个海胆哦。哎，这边有一个石头蟹。刚刚 看到我动了一下，来出来，个头不咋大哦，但石头在水里还是这么大，有点不好抓了吧，在那个水坑里头。算了，这个不，哎，这边又是一个海胆，哇，看来这个潮水海胆真的多哦，哇，又是一个海胆哦。这边又是一个海胆哦，在这个地方。哇，可以啊！哇，又是一个哦。看来这个地方海胆剩的多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海里螺，又是一个海里螺哦。还有几个小的，大螺。应该是鱼螺螺，但是鱼螺螺。哇，记得很紧啊，又是一个。哇。这种跟腊螺长得很像，但是也长不大，最大估计就比这个大一点点。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啊，有的小的就不要了。哎，那前面石头缝里头就有一个亲戚，在这石头缝里头，来给它勾出来看一下。哎，个头没多大，来出来扔个线，来，嘿，还不出来，来出来扔个线。哦，哼，感觉个头没多大哦，顶多就一年多一点。来，加，算了，不逗你了，回去吧。这么小我们不能咬啊，等它长大了再说。现在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啊，是时候来看看今天的收获啊。今天收获还可以啊，那我捡到了八九个，大概有八九个海胆，还有两个海里螺，底下一个青蟹，有个三四两，还有一些腊螺，那个硬壳螺丝的在那个底下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回家，等会那个，等下午那个送到烧烤店去烧烤，给他煎吐了就行了。哇，这里面都是螺。我们把内脏切掉后，把这个海胆黄给它抠出来啊、哦。这个里面就是海胆黄，刚刚抠的。然后来点生鲜哦。给它打包起来啊！现在差不多已经烤好了啊，可以带回家吃了。哇，看着香喷喷的哦。好了，现在准备打包带回家了啊。